真的。好了，没关系。太热闹了。好了，大家都爱吃东西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很高兴呢，受邀来这个主持今天的晚会。那我们先唱名一下好了。那也很高兴哦，今天所有的这个来参与的所有的贵宾，还有所有的来宾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以及长官，谢谢你们的参加，谢谢你们的莅临。云林县县长也来到现场。我们县长好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双手借给我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县长。县长，谢谢谢谢。谢淑雅，谢市长。来到现场，来我们掌声给市长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南公比的有个江苏主演市长哈。嗨。还有我们的立委张立善，张立委。以及我们的湖尾镇长林文斌林镇长。我跟你们说，等一下要清小丑哥哥、火龙果哥哥。哥哥，熊，泰迪熊。时速到了五十，接下来要七十了，来七十的敲手，要敲手的黑熊哦哈。你以为你是玛丽兄弟吗？哦，王子的宝剑。宝剑。谁要宝剑？哇！石副理事长嘛是咱的班主啦哈，啊在场嘞，啊一下班啦哈，咱福林关啊启智协会的李理事长。啊，各位这个爱心团体的负责人啊，各位志工伙伴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这是我第一摆来参加咱人文发展协会的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哈。我首先呢，要甲咱詹理事长，要甲咱石板组副理事长哈，以及所有咱只志工朋友恁的辛苦，表示最大最大的敬意哈。开始出今天的第一个大奖。现场奖，现场奖。好，一七八在这边。好，一七八哪位，请上来。好，带领，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来，谢谢我们的县长，帮我们摸出今天第一个大奖。我们的县长奖送出去啦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刚刚呢，等一下，县长请留步，我们这个。主办单位说要再加码，因为摸彩券拿出来注意听，唱名三次我们就重抽，所以如果号码在你的手上，你的手举起来，赶快跑到舞台。哦，这嘛阿玲啊呢，但是很多只的玲不赶快玲的对吼，这是月玲啊，月玲，罗月玲小姐，罗。好，来，我们朋友赶快帮他的那个摸彩券哈拿过来。这是我们的历史性的一刻哦。是。我们斗六人社交圈已经成立12年了。没有错。今年终于让我们证明了。两个志工。今天也是我们协会的成立大会哦，所以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县长还有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恭喜你。好，可以成为我们的发展协会，非常的不简单哈。台湾应该是第一个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给我们斗六人自己一个掌声。